今天咱们来吃雪媚娘，姐妹们，一共三个味道：草莓、菠萝、蓝莓。它这个是冷链运输的，带保温袋、带冰袋的，然后是动物奶油。里头都带菠萝果肉的。奶油非常的细腻，微甜不腻。特别的软糯筋暖，有没吃过的一定要带一份回去尝尝。冬天都带草莓果肉的，老好吃了，酸酸甜甜的。咱们收到货给它冷冻保存就行，然后拿出来直接冻啃的口感就是那种糯米糍的口感，给它化开之后就是雪媚娘的口感，糯叽叽的，可好吃了。